料咧，这节目呢是与高音频来对个陕 A 频神神宋语咧三位好友为大家送上中篇，杨不叫雨称戏为南京的掌声有请。杨不叫雨称大清。皇帝见失气意，又想奴隶拿回兵费，苏太君当时不肯答应，所以军帝面君拒他彩礼，其实随时要让你知难而退。可皇帝哪肯死心我？兵部司马雷文静大致你是后卫将军雷后，在三八羽林军。奉旨相请，但是亲不分相上，却在一等三位。你是现在不离都做了，自家好不容易从天姑府得出来，我有哪是不像人的事？书脉得他一张，宝已经很发达，周寿龙的楼梯不折，头上像个顶书脉，本来有两根丝，鼻头一根没上一根。坏了坏坏了坏，我有哪是不像苏墨子，像啥呢？像老虎走廊像一把二兵如此，真是狼狈不可啊！哈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屁头蹦到宫里向，看见那正宗皇帝，三口小人看见亲爷娘一样，不，万岁！哎呀呀！皇帝一吓得了呀！哎，我跑出去个清朝动人，那弄得像丢娃来呀子感觉。哎呀，刘元庆啊！万岁！功名利在八旗进宫，你怎为龙道者不谋样啊？真气万岁！那好了，老人奉旨取休娇娘。口恨八旗甚是荒唐，他不肯接旨。莫负无力君王，许心不绝的模样们，那邀请东王万岁回坐，御能山。哎呀呀！皇帝听闻，各种么叫忠人，为子帮我皇帝抢女人，磕得了各种那个样子，哎呀，感动啊！啊，雷爱卿，哎，万岁，放心。与我哪里啊？我也是。都是万岁。是。西沙太君上帝。孙子，小他给狗来到欧风里一上西沙。万岁有旨，老太君见驾了。领旨。老太君，随着龙的挂上，跟着那些他给。到那个大的王子龙师门这门修神佛请我啊在岁哎不知哪我只要一口气个老套不总归有点好事事了爱卿啊樊水哎我口气你心虚的嘞口气里心虚感哎呀皇帝啊你虚的啥你神是你天子神是一份恨得你天子的乱感要么是非同伙人子不要哈哦你军事随便那帮我上你个枪了来上好上大队沙太君啊耶二口之罪不语问我是谁呀、啊、向我非得说个谁家我们杨家世代行踪报国不惧受为洪水你们杨家犯了两桩大罪是两桩大罪的嘞不知说个谁名装的是杨高的郎啊非是那两桩子你是装不装尽管装装来么子你忘记还要搞一个呀不及哪两桩大罪这罪证谁的红尘呀
财政啊。喏，财政嘛就是例外。你读个南大清朝，背了车队，不怕那副奴隶先上来，听了。一张历代太清人，小世界哪有这样把后争，分明是捉弄神功，来外上这第一桩算命是非情。像李队长的东西，这类司马尚未造型，真是风雨免去，造我看来，倒是他为了欺君大罪了。李文清想老太婆啊，你倒不是你提出来的彩礼出卡不够，啥叫啥一两月一两星，三两清风的四两云，各种头名彩礼，你叫我得罗大去行啊？行不上嘛？我王万岁，嗯，老太君的彩礼，叫老人我往哪里去行，往哪里去找？随时呀！你不要相信你的话啊！彩礼提出来，一心为难我你，你。上去上去与手吧，哼，好大呆，分明是灭之欺君奉王法，莫莫是你杨家遇了不灭心。哎呦，那是好贼，是你杨家没费了不灭子，别个没个种皇帝啊，真个不大心牛不像我们杨家，保的乃是英明之举，岂能保那风道的混穷？哎呀，气死狗矣！请问第何庄？第二庄，听了。也是一副对贼，是我当国家大人，真是让我黑眼一看。哎，像神风飞出宫门一碰，真是说当国家大人，心要血口喷神。神功收拾的说大钦差，并非是你太君，哪一个？乃是你家八姬。八姬？嗯。那我能当国家大人家，干啥你家？你喂够了一口呢？哎呦，个雷文新他刚子大不相同了，黑个走啊！啊，为的当个谁是你呀？别个是几分龙清上知谁是，推特子谁是？八戒虽小不肯用心，与神父后该呀！神气反转。你倒推得该人，口之下世家不宁应能舍，怎能给太师佛归是就为神，真是与你佛归呀、啊、谁是神佛世家不宁，对不起大了后人啊，是一回我们父子两人早是一仗多大，今日你是定不敢休的。大三年来自家口口得个中央子我个爱情，三弟子雷文进口口说吃三我配置谁是你呀、啊、娘你好晓得，你养高不是好欺负的，
原来打的乃是吕大神，怪不得一股不振。谁赐的老辈把国家大人的天命都兑现了？请问神姐啊，吕大人奉旨到的天不奉，为了何事随我女儿也上教训？哎呦，吕文进去啊，我十家不年纪不能读南别来的把那一顿伤我扣得来哇哇抓抓。我到海我到你屋里想去受教训个，各种头名教训问我娘都必须来第一周围。咱得往地扣扣往地啊。问你今朝随便哪样当我做主个？你放心，你想帮我报仇，我带你打当。啥子啊？你对付搿个老头？来上啊！陆爱卿奉了公的圣旨到你家中。乃是我命吕文进下至你家门，玉玺杨八旗随风射过门，哪知他魔风发起金王印，这第二桩罪名更不轻。今天要我打的人粗子也没困比那个对。好，李大人奉旨到的天不奉，却又来要人把自己攻，那么这美镇空人多亡。公王是一公，要的什么美镇？这彩礼空人大风啊，彩礼不是个大一龙家族啊，既无彩礼又无美丁，这李大人奉旨认的什么亲啊？咱我给来这位大人他那个我呐哈，是要随我女儿一上教训，谁是最大吉祥，意思是他没错。咦，我跟么是刚刚起来嘛，我个两句三话吃的完清了还话噻。我个老太婆劝告，该次王几个兵来照样上我枪，你那让辅助我们，我王法你为。老太君他今日是徐氏的谋利，完当了的。今朝这边呢。你要想帮我出去，你把口我让铺盖，我带你把水买好。难道你还要与神公强比不仁？神我不改，量你不改。神姐啊，这贼人之意，须得真心。我有个老太婆戳客的来，当面开始说我是贼人。啥叫啥贼人啊？戳别家个小人，还是我要来戳你别家？我跟你们在这老日子玩，遇啥是啥，是日就是啊。我王凡水，老太君他，许氏的福利，老臣父子早起一仗多大，定不敢休。我儿子今围在那阳风之中，与三百名御林军，可以为我作证的人。行听街啊，什么子？我来了欧风里浪下。你都三把御林军当我替补服，哎呦，我的天哪，妈都不得了了，还问？请问神姐啊，这三把御林军去至替补府做什么？这个，哎呀，忘记了，你那这个那个来干呀？三百名御林军到天不阳风门，那是去迎接娘娘千岁进宫了。呸！亏你别得巧计，这些人光老太君的气哪行来的了？谁骗我在欧风里浪响，
你都强制三百羽林军，明说其亲不是要进攻，分明是去抢啊！心里想个哄，哪来的了？我好很难，军不军嘞，神不神。为非做的是不给人。哎呦，王爹，没讲，老太婆来让骂人啊！军不军骂你，神不神骂我，你两家头了，一夫是一枪，夫是枪，一对刀郎是我们吃得个美女啊！我是公主，有谁君妻女？太君是话毫不放肆，你杨家既是御花娇女，勾入是一位嫔妃，难道为说将强不仁？写得了后门铃铃哟！老太婆给上写是三千亩林，我私上头来哇！有什么好笑啊？啥的那口口，今朝我来做啥？我就是要来打你兵兵离心，你君王素日昏庸体，放出杨家大公孙，今有谁宫女儿是宫门？你吃官司嘛？个牛背是枪毙完了。你是玻璃上钢，天机色，不听忠良听心声，是非礼的家心要越对。我们弄那牡丹像灰生子一样，问你阿是来？
牟大爷兄啊，是我有君子请下人，是我要侬大宋江山东都说皇帝呢虽人奴落夫落子，乃是在江沙太君捆绑推朝门斩了。遵旨。不必吕文静开心啊，哎，叫你上老汤铺啊，你凶得不得了，问你恨啊，那么今朝要死在哪公开动心犯了，配得到此结束，下降。